准备了什么才艺？因为我要应聘销售，所以我这回我想是挑战一下，就是让易总给我出一道销售题目。真的是不怕难不怕苦。不是，所有的选手都把你出题当作对自己的挑战和考验。我也觉得这样吧，你就卖这个斯凯勒，你就假设那个陶西我们是合伙人啊，我是老总，他是我的办公室主任，你现在要给我们推销年底的福利。然后你看看怎么卖。对，产品就是冲锋衣。好的，主任好，那个易总好，我这边是斯凯勒的，就是销售，然后过来跟你们谈一下，就是咱们快年底了，有没有想是去搞一个团建，外边来一些旅行或者怎么样？天大冷的，我们都是春游啊。啊，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冲锋衣呢，是保暖效果特别好的，然后员工穿着出去旅行的话是不会感觉到冷的，对。而我们计划的是去往南走，用不着冲锋衣的。冲锋衣不一定是御寒的，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公司这边呢是有一个折扣的。我觉得倒也还行，如果它能印上 logo 的话还可以。你是内线吧？但是这个印 logo 的钱咱它就不能收了。就是我们可以免费的去印，但是这个折扣价格我可能会给你给到的相对低一点。对我先来点评一下，我觉得陶西补充一下，真的他也看不下去了，已经帮你了，知道吗？就是你真的是整个压力测试下完全不合格。第一，你要问我们，我们通常给员工的福利是什么，这是第一点，对不对？第二点，如果我们说了去旅游，又去南方旅游，那你是不是稍微可以推荐一下，对吧？你们去南方那么多年了，是不是可以去一下，对吧？亚布力啊，滑雪呀、啊，时尚啊，对吧？因为现在是什么呢？冲锋衣啊，户外运动啊，正是非常新潮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那个厉总，你这么有个性，你不要去老套的那些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去一些户外的、有前卫的、新潮的，符合你的个性。你不是把我一捧起来，我就下不去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觉得厉总是这样的，而且你完全没有讲出斯凯勒的这个优势和优点。各位企业家其实对我提出了一些建议，然后我觉得其实自己在这个自身方面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不足。我觉得厉总其实有点严格了。其实这小伙子身上有几个优点，刚才我发现了。第一个呢，他懂得抓住你话中的特点，比如旅游，但是呢他整体的反应来说呢还是就是有点嫩。其实我觉得他做销售型的岗位是合适的，因为他现在初出茅庐，然后他会有很多非常青涩的感觉，但是恰巧就是很多客户买东西的这个心理，他会觉得说他相对来说是比较朴实的，所以在某些程度来说人家会更加信赖他。他就是属于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男生，但是还是挺有潜力的。来，我们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。来，一个平时关系一般的同事突然在微信上对你说亲在吗？你怎么回答？我就说在的，你有什么事？好，你觉得他什么意思？对，因为这个上面说的是平时关系一般的同事嘛，那么他平时如果就是没什么事的话也不会找我，然后现在关系一般他来找我的话肯定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帮助他。对，有棘手的事情。对，你认为是？对啊，你会帮吗？会的。什么事儿你是不会帮的？我觉得可能是涉及到钱财的事情吧，就是借钱这种事情你不会帮。对，让你背啊，让你背黑锅你帮吗？这种事肯定不能做呀。哎，那你会帮啥？就是普通的平时就是生活当中需要帮助的，你比如说他可能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了，我说 OK 可以的。来，老张，来你来解读一下他的性格。白云翔主要体现在一个就是塑形经营方面兴趣也比较高，说明这种选手呢他可能之前带过团队或者是创过业。有一项呢是主动性得分偏低，我发现呢跟他的实际情况不符合。那么能力自信得分不高，这是符合的。他当助理你觉得适合？他当助理呢不是太适合，他其实呢自己还有一种闯的这种动机比较强烈，就是说他不是太安分去做一些事。好，第二轮选择徐虎磊。还有四盏灯，挺好的一张，灭了那么多。来写一下，其实留下来的都挺聪明的，其实他还
挺物有所值的。对，来写好了吗？来，从赵小叶开始。我给你我们随后奔跑篮球俱乐部，因为我们是一家做青少年篮球培训的这样的一个机构，那给你个销售岗位，我们的这个起薪也是5000加，然后提成呢是3%到10%，根据你的这个业绩不等，在北京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宝丽豪给你的岗位是销售岗，薪资是5000加，工作地点我建议你从天津开始。好的，谢谢。特别喜欢你的朴实跟真诚。好的，谢谢。东方给你的也是销售岗，工作地点在北京，薪酬是5000加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来，面一盏留两盏，去吧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来，有请曹岩、赵小叶谈钱不伤感情。请揭晓。薪资还满意吧？你可以问一个问题。我想问一下曹总这边，就是天津这边是咱们这个工作是在具体是在哪个区？天津咱们有好几个门店，但我会把你安排在最旗舰店，就是在奥体中心然后因为团队也非常强，所以你会跟很多非常在业务方面很强的伙伴一起工作，而且团队非常年轻，我们也可以提供住宿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您这边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具体去对接的客户，然后就是具体是跟他们销售什么？我们呢是提供青少年篮球课程培训的，所以你主要面对的销售对象应该是学生家长，然后包括学校，因为我们也把课程给送到学校，有学校采购我们的课程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。考虑一下，做出你最后的决定。这边北京也可以啊，也提供住宿。银朗文化，宝丽豪，谢谢，再见。你的选择是？我选择宝丽豪这边。谢谢。我是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，我可以在5年之内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。我觉得还挺开心的，因为今天能够成功的应聘到这个岗位，而且就是工作地点也是我自己期望的地点。对。